来就是注定了要做森林之王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嗯，即使你想同其他的动物一起玩，他们也不敢接近你。不用亮出尖锐的牙齿和锋利的爪，仅仅靠你的气味就足以把他们吓跑。那是不是说我们虎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动物？在森林里，没有谁是我们的对手。那在森林以外呢？在森林以外还有一种叫人类的动物，它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动物。人类？对，那是一种用两条腿行走的动物。如果仅仅靠身体来进行搏斗，十个人也不是我们一只虎的对手，因为它们既没有尖锐的牙齿，也没有锋利的爪子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小心它们呢？因为它们是我见过的最狡猾的动物，它们会利用计谋和器具，这是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。要小心人类。人类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啊！孩子，跟我来。不行。孩子，出来吧，我们没有危险。